他嫁不出去。噔噔噔，有人来了。三级套我就不要了，我先杀人。哦，他们好像在打南瓜哎。直接四杀了，哎呀呀，太绝了，不打架先打南瓜，跟谁学的？咚，来先喝两个饮料呼吸。哎，点错了。打南瓜有没有什么技巧？好，放到 M4 上。有啊，今天周日嘛。这个周日，萝莉有空。暴力萝莉有空。所以待会我们就去找他玩，两点的时候。街区队一般是热身号才来，那有一些是最早之前打铂金他也来，可能现在他们赚不到。大家牌子卡了吗？没卡牌牌的小伙伴，电视还有三分钟哦。13年度票或者一个礼盒就能卡个牌子咯。而且今天年度 PK， 大家可以保留战力，晚上搞起。还算有人，这么巧了吗？太难了，兄弟，刚路过就被撞飞了。兄弟说我太难了，有一就有二，有二就有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这样子不会出来了，走。
打信号枪去。哎，感谢雨鱼，谢谢皮皮虾、皮皮猪。冲呀！想玩可以啊，是吧？待会点陪玩，我们再拉两个小姐姐来玩啊。你觉得我照顾得过来就可以，好吧？啊，豹子你怎么又死了？小姐姐还没死，你就先死了，太耻辱了！这么耻辱，还想带妹吃鸡？哇哦！感谢 JY 开出的超级年度票，666，包锅包锅，包不过包锅。啊！别打别打别打，我队友，别打包锅。你这，算了。啊！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在这挂机吧，我去打别人了。不能组队了、嗯、好的，他都不带动的，站着给我打。打了又不能算，啦啦啦！哇，好爽啊！发财了我。这不就杀到了？其实遇到一些粉丝，他不打我就没办法，他打的话就可以跟他打。他不打，但是你把他打了，但是你这进菜就很多的，你是冲着头的吧？也不太好。那我希望跑过来找我的要提前说。这边杀人，找个地方打信号枪吧。这边先打。他的车，你看人家充钱的车跑到我手下来了。剪辑系牛皮，
这下难受了，把我车胎打了。对面有个脚步声，借你们车一用。欢迎豆豆。小豆豆，脚步没了，漏了。最强听声辨位，开玩笑的吗？哎，卡了的小伙伴刷一波护眼模式即可刷新，就会不卡了。真的，来一波护眼。来，弹幕输入护眼模式即可刷新直播间。不知道能不能追上。哦，没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不要了，再见。如果这空投来一个队两个队，这把三十杀，如果没人来，这把三十杀没了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，好吧。哎，我可以去先拿个空投再回来，150。反正这边飞机还没到，所以我们先去把空投给解了。谁呀？你居然敢打我！不要命了是不是？哎呦，差个八倍镜了。方向盘看个人，有人喜欢那种点的。我就喜欢这种圆盘的，就玩习惯了，这个习惯就改不掉。刚刚有人怼了我一枪，
调皮。好、哦。就是这样的感觉，不知有没人来呢？哎呀，刚刚没人敢来捡啊！哇哇哇哟！哎呦！来了！我红点区没怕过谁。这下你惨了，这下你队友来不了了。来，把八倍给我，兄弟。扎心了。他说：“兄弟，你看我了，我去把他杀了。”下来倒地。舔包是不可能舔包的啦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舔包的啦。高下要完了。
do? ...33 以上。哎呦，又来。打不完呀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我得抓紧一点，完了没有了，看来只有战伤了。如果还有一个满编队，那就很刺激了，七个人，1500。刚刚打过架的地方吗？这个跟上轮。听到没？有人在伏地的声音。可以，一只。光明正大，站房顶。因为我有狙。昨天被威胁，强迫录了个音。起来了，这又说明山上有人。但这种太难打了，还有绿绿的草给他挡。没意思，哦，我还得溜。别打！
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你们干啥呀？我等你。别别别，别等我。这就没意思了呀。那我先走了，好吧？我们决赛圈拼锅。好吧，拜拜。好。这就没意思了呀，浪费我一局。三个人，一个人。真剩他们三了。怎么说？一个一个来还是集体呀？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！啊，一个一个来还是集体拼锅呀？你跟他们拼吧，你找三号拼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 v 一，好吧，我过神，我打不过。你下面那队友在干嘛？来啊，谁？谁先？你先。好好好，哎。你菜锅了，好，再来，拳打脚踢粉丝，厉害呀，包哥！这三号，哎，打他三号，这人咋回事啊？这人，他呛我，这人不知道，哎，一点都不退缩，三号，没事，我先把他杀了，我没血了，嗯，他在树子这里。不能忍，你看不能忍，你这小皮，哎，我舔个东西，我舔个东西，我没血了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来来，来，我准备好了，一代锅神。哎，我要战术可以，当当当，不行，少打多已经搞过已经可以了，可以，今天207，两把都是33以上，给大家发一个188红包，大家点击一下右下角电视机的门参与上电视抽奖。35杀，能双100分，感谢小月亮礼盒，谢谢深深的13沙包卡，感谢深深，一代锅神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拼锅没输过，加油特种兵。